亲爱的父老乡亲们，大家过年好！哎，咱铁岭啊，真是遍地都是宝。去年我跟我哥一起经营咱铁岭的农产品，哎呀，那家威了，看见没？这一兜全钱，现金。哥，分钱了，哥呀，快来呀！吵吵啥？吵吵啥呀？你这还分钱？分钱呗？分钱，哥，你真是的，一脸没见过钱的样子。哎，你这这多少钱呢？50万。都我的啊，都是你的。来，媳妇儿啊，嗯，快来呀，媳妇儿！哎呀，吵吵啥呀？这么娇脸呢？你把那脸先放下，你先看看兜里是啥。什么惊喜？嫂子，你看看啊！对，这是他。嗯。钱呢？看见没？还得我嫂子见过世面。50万，50就50呗，都是咱家的。哎，怎么事儿？老公啊，面对金钱，我们一定要直溜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你直，你扶那点去啊，直溜的，这啥？哎呀，那个，别老被金钱击倒，你也直溜的，哥，我这不刚站好啊？干啥？搁哪整这些钱呢？哎呀，嫂子，这不是去年我跟我哥倒腾咱铁岭的农产品吗？是我们先倒腾的铁岭葱，后卖的开元的蒜，西风的鹿茸，哎呦，满山的榛蘑，哎，尤其是那冻秋梨，那简直是正呀正翻天，耶！哎，我的妈，山哥，这么棒，山哥，咋的？有人找你，谁呀？罗吉，妈，哎，妈，罗吉，那个罗，哎呀，好啊，嫂子，先别跑。咱跑得了和尚那庙咋办呢？哎呀妈，保住他就能保住庙啊。哎，你先别跑，这罗吉把你们咋的了？哎呀，你不了解，那罗吉呀，是我发小，但这小子有个毛病，你知道吗？那该人揪他不还呢，他呀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就是罗吉在道边看着一个小孩在那吃冰棍儿，他上去就得说了一句啊，棍儿都没给孩子留啊。嗯呀，那明白了，那你跑也没啥用啊。嗯，这么的，我给你们出个招，让他借不着钱。嗯，来来，过来，我告诉你，来，生哥，就按照我说的办，我先回去，你们准备准备啊。不是，那哥他出这招也不行啊，那小孩都不带信的。那其实就是让小孩都不带信的，才含着他嘛，是不是？这啥破损招？别磨叽，把钱收起来，你别让他看见，你回头又没了。收，把那值钱的藏一藏啊！我就生哥，哎呀，嫂子，哎呀，大宝，哎呀，兄弟，罗吉，哎呀，多少年没见着了，兄弟，哎呀，啥钱走啊？我不上进屋吗？你又说骂话。兄弟刚进屋，水儿都没喝一口呢，还得我嫂子，别拧，路上喝。啥意思呢？哎，哥，嫂子，你俩有点过分了啊！那我罗吉哥这么多年不来是不？那来一会儿，你咋得让人家说两句话再走啊？你看，还得大宝。啥意思？两句了，再见，不错啊，一路走好。我跟你说，这一路走好，什么玩意儿就一路走好了？不是我知道你们烦我，但我这次来找你们有正事儿。行，有啥事儿你说吧。你也上。钱的事儿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说钱呢，他又不是，现在咋整啊？这是应急行事吧？嘀咕啥？不，那个兄弟，这个凳子吧，就是。叫我们给抵出去了啊！什么玩意儿？哎，别动！哎，妈，快抬起来！快那边那块地砖啊，也抵出去了。啥意思？都抵出去了？罗吉哥，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去年我跟我哥合伙做买卖，赔了，这屋的东西全都抵出去了。现在看吧，就这屋现在就剩这茶几呀。啊。
是我们的了。哦，往里头点儿，往里点儿，他掉下去了，跳啊！来呀！干啥呀？外边冷，进屋唠啊！哎，啊，才进屋，你。你家屋也没地方了，我走了。行，不错，是是是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说这招真好，挺好。哎呀，哎，我说，哎呀，我说用啥呀？日子过成这样啊？哎，那是一个比悲伤还伤人的倒霉故事。今年吧，你说去年吧，到底哪年呢？这两年吧，我和我兄弟倒腾一批冻秋梨去非洲，本想让非洲人民在那炎热的季节感受一下我们铁岭的一丝清凉。好事儿啊，刚发车的时候是好事儿，那梨冻的是当当的呀，结果半道就出事儿了，刚一过赤道梨就化汤汤了。那梨从这么大就变成干儿了，鸡肉馅儿就变成了纸壳馅儿啊！哎呀，行，来吧，来来来，哎呀，挺高兴的事儿啊！兄弟来了，正好赶上中午，吃饭，饭点也到了，来，兄弟，吃饭。啊，就是一个馒头，我自己吃。家里是俩馒头，你不是茄子，你吃一个。对，这个咱仨掰着吃。哎，啊，谢谢。你岁数小，你吃大的，够够。不是，咱就这么干吃吗？嗯。媳妇儿，啊，挑梨了，把菜拿出来吧。嗯，那菜我还舍不得吃。就是，你不看谁来了吗？那不留过年了。你别客气。红烧肉行不？红烧肉太行了，都这条件还吃红烧肉呢？那嫂子，舍不得呀，这。哎呀，你就这菜呀，也就是给你留的，别人来呀我都舍不得。来吧。啊，哦，化的哦。真的。嫂子，你这肉有点肥，我有点吃不进去。嗯。还省了，你说？妈呀！你看你整个肥干什么玩意儿？你给我兄弟那个张了条鱼。哦，哎，鱼行，张了鱼行。鱼，哎，鱼，鱼啊，鱼，鱼，鱼，嗯，一鱼。鱼，不会画。你不会画，你比划那半天干什么玩意儿？你干什么玩意儿？这兄弟来的，什么东西？哥，好玩。哎，写一个不就完了吗？哎，写一个也行。哎，行啊，行。哎呀，还不挑，挺好，挺好。我写。你要不麻烦的话，给我加个红烧俩字呗。一点也不麻烦。啊。嗯，没事，嫂子，摆个盘儿。别整那些形式了，来，我直接吃吧，来。行啊。嗯。哦，你这红圈鱼啥意思？啊，那个烧字儿他不会写。我这是着急。行。我凑合吃吧。哎，对，就是。嗯。还挺香的，香！我忘给你写香去了，我给你写一个。不，你这玩意儿不是一锅出的，不差点意思。哎，好。哎呀，挺香的，我蘸点汤呢。哎呀，你这鱼没土腥味儿。海鱼，好鱼，好鱼，会吃。海鱼吃干啥呢？哎呀，哎呦，你仨在哪儿了？这，欠人钱不还，还有脸吃鱼呢？啊？磕不磕碜？打不打脸？
还钱。你谁呀？进屋就吵吵。不是我谁嫂子？不是我说啥意思呢？嫂子，你个大边的，哎，别别拢你嫂子，哎，没踩过你家桌，哎，还钱。他谁呀？搁这儿啊？这就是那债主，你知道吗？咱这屋里东西就都抵给他了。就是，给我红烧肉都揣兜里去了。妈呀，鱼也给我揣跑了。哎，别说你那鱼了，那鱼血的啥玩意儿，一点不新鲜，我这有点坏肚子了。你瞅瞅你呀，非得用油比，那油大，吃跑肚了吧？你看，你我。拉倒吧，这赶紧给罗辑找点药啊！哥呀，嗯，咱这条件，哪有钱买药啊？没钱了？没有。哎呀，你看兄，你这扯不扯？你说就是自打你上回就是跟咱借完钱之后吧，就这么多年了都没缓过劲儿来。对，那个现在你不是难受吗？咱也没有药了，要不这么的，你借我20块钱，然后我们给你买点药吃。啊，对，给你买。闭眼了啊。你看出来了是怎么的？那还没看出来，那上茶几我就看出来了，画红烧肉。来来来，给你13万来。嗯。给药店兑下来呀？啥意思啊你这？这里边有10万块钱，是我当年欠你们的，那3万是利息。你是不是又拆东墙补西墙？这又管谁借的呀？不是，你是不是又霍霍谁了你啊？我谁也没霍霍，这么多年没回来找你们，就是没挣着钱，没啥脸。但现在好了，我是快手的一名主播。专门推销咱们辽宁的农产品，销路可好了。我这次回来就是挨家挨户还钱来了。哥，哎，我这么多年没见着你，挺想你，对不住了。我兄弟，我也挺想你的。扎心不？老铁，兄弟来还钱，饭没吃，水没喝一口，话也没说两句，你是不是都忘了你俩是发小了？当年的情分也忘了吧？你瞅你俩刚才那出，也是个人，哼！兄弟。你嫂子说的对呀、啊，是，你不是个人呐。对，哎，什么话呢？这是啊，那馒头是你掰的，故事也是你编的呀，鱼是你写的呀。那嫂子她不会画，我写。哎呀，不要在乎那些细节，赶紧追吧。追啥呀？人家钱都给了，哪有脸见人家呀？哼，密码。